没事吗？哎，好久不见。确实，今天才见了。你已经几个小时没见了。确实，几个小时没见了。好玩吗？学校？好玩。好玩。我也觉得好玩。肯定觉得好玩了，是吧？学习都好玩。我有一个任务要宣布给你。这就是你打电话给我的非常严峻的人。说，就是就是自拍自拍什么？自拍什么？你靠啊！自拍什么呀？任务就是你要穿着校服，然后自拍两张，自拍九宫格，然后发一个微博。很厉害吗？嗯，对。我能不是给你任务吗？不可以啊。哼，因为这是任务。哼，我今天才请你吃饭。好看不提但是。对，是，可以。挂了。哼，就两分钟就挂了。挂了，挂了。这电话是你想打就打，想挂就挂了吗？什么？我说这电话是你想打就打，想挂就挂了吗？那你挂。你聊一聊班上的趣事。在班上，我今天演讲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作为班长，在班上做演讲，说一下自己在班上要注意哪些方面。然后以后需要带领班级走向什么样的未来，这就是我需要做的。你呢？拜拜，完成任务了，我挂了，再见。